拍，拍一下，跟小满拍。我想拿这。来好了，不打好，吹哟。好，这个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啊，这个就是奢侈品。好，咱们吹个猫猫，你不要小狗狗了啊。过来一会儿也吹一个呗。我也想。咱们给你拿一个，好看。你给奶奶拿吧。好，少拿。走遍了，吹吧，吹吧。把那个爷给吹个好。谢谢，谢谢。谢谢。太痛快了，儿子。好，准备好了没有？几个呀？来好了，来，这不能吃吗？哎，手葫芦打好，吹气，不去吹的，停，再吹一点点，好，来再吹气，不吹了啊，再吹炸了，再吹气，再吹，来再吹气，宝贝，再吹，好，停一下啊，你想吹啥呢？准备吹气，用力，来加油，吹啊！再追，再追，再追，再追！好嘞，放手放，哎，完美！哎呀，你也可以吹吗？我们简单点，给他化个妆啊。我想吹棉花糖，要选一个。这人也是照到的，对不对？你有度，你做个度。来，小蜜，好。我给小朋友吹，可以教小朋友吹。加个轻轻的，轻轻的吹，要吹到大劲儿啊！吹各种动物，金鱼、鹿，不吹了啊，不吹了！机会又来了，不吹了，不吹了，不准吹，不准吹，小朋友，轻轻的啊，吹气。行了，哎呀，你这费劲儿，你知道啊？这劲儿太大了，吹气。对，好嘞，来，好好，好吗？好吗？可以走了。
切切切切。你就在碗里面吃啊。在这里。加料。赶紧的，不要料。但是这有了。第一步生产十三元。什么原因？没有料啊。就这样直接吃的。土豆和肉做的。大家吃嘛。好嘞。他屁的吧。没犒劳我的啊，这个犒劳是咱们买的是最后一屉，他说最后那个赞，我说领导赞，他干嘛吧，哎口里不吃脸给太阳好吃不了，不用吃了，本来就是尝一尝。那都要吃。我老公快到了。你和妈妈吃，我不是我们的，你来。要辣椒了吧？都要。写唱完了没忘记上了。我想丢掉了。拿一下筷子吧，我也。Thank you.
那现在给别拍点儿饼，不够，不够说的了。啊，走吧，奶妈哈，快点走吧。可以吧，快点，快点。你快点背了。别动了。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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